熨斗怎么用？熨斗可以快速地将衣物定型，抚平衣服上的褶皱。很多人第一次使用熨斗都会一脸迷茫，不知道怎么去使用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电熨斗刚买回来首次使用时，应该先将水箱加满，温度调至最高档，水平握电熨斗，使用蒸汽将水垢彻底排出。处理完第一步后，开始正式熨烫。加水前先调至无蒸汽档，水量不得超过限定水位线，关闭加水阀，竖立放置电熨斗，开始加热，指示灯亮，将温度调至所需要档位即可，指示灯熄灭，开始熨烫衣物。熨烫过程中，指示灯忽闪忽亮为正常现象，因为使用时要一直加热。第一次使用时，建议拿毛巾或其他先尝试使用，确定没问题后，再正式开始熨烫衣物。以上就是熨斗的使用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。